今天吃饺子啊？是的。你看你儿子真是好奇啊！这满碗的给你板板打打哈嘛，俺还给他挤过了，未必你不错挤啊。我挤呀，挤得不了啊。挤有什么用呢？是黄花不点上个来我老找不到姑娘。爸爸，搞个经验我的，那给我整起个那个嘛，只是抢了找到我妈妈的。来，我来跟你说，包饺子，懂意思啊？懂了，懂了，懂了。这还不懂，真暗示的很。爸爸，那点播的蛮对的，我找了个嫂子，一结婚了我就当爸爸的，两个啊，他屋里还有两个啊，电动车从下面带过来。我点播你个孙子啊，我叫你包饺子，是要你勤快干。那说勤不那种，我搞错了，搞误会了都。管得了，这原来姑娘都找不到，这还结婚啊？你这多好的。喊人呐。爸爸妈妈喊爷爷奶奶爷爷奶奶你喊呢爷爷奶奶对这好乖的屋里还有两个喊我呢宝宝对喊叔叔就要见外了是吧